求求你了，让我进去吧。不好意思，这里没有预约，不让进。真的是要人命的急事儿。别着急，慢慢说。我实在不知道该找谁。你可不可以？有什么要帮忙的，你不妨直说。你能不能借我10万块钱？我妈做手术急需用钱，我下个月卖车一定还你。你先拿着，不够再跟我说。谢谢，你就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。在这儿。哦，好巧。你上次借我的钱打算什么时候还？下个月。你都说了好几次下个月。你那么大一个公司的老板还缺这点钱？你杨公子还全场买单呢，也不缺这点钱吧。这样吧，拿出点诚意，把这些喝了我就还钱。喝啊，跟我来这套是吧？你能不能借我10万块钱？我妈做手术急用，我下个月卖车一定还你。谢谢，就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。给大家表演一个，什么叫借钱的时候是孙子，还钱的时候是大爷。心情好吧，我已经3天没吃饭了。工艺品，老板，谢谢。穿这么好看，才给10块钱。谢谢。现在谁还卖你那玩意儿啊？像我这样多赚钱。手艺卖了还在，尊严卖了就没了。这是民间艺术，这是你自己做的吗？嗯，哎，做的真好，多少钱？五个我全要了。哎，姑娘，我说的是20，不是200。还能有这种好事呢？小姑娘，昨天你手工品我很喜欢，又全要了。哎，小姑娘，哎，还是全要。老人家，进一趟城不容易吧？一大早从农村出来，确实不容易。您家里还有多少手工品啊？便宜点，我全买了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车还你喽。嗯。怎么这么乱啊？哎，收拾一下就好了，我都不要了。车都没油了呀，自己加点呗。哦，对了，昨天我被贴了个罚单，自己交一下啊。你能不能不要每次都这样啊？下次不见你了。哎，你别那么小气嘛，那么有钱。燕儿，最近我妈在城里，我周末借你车带她到处逛逛吧。燕总，你待会儿还要去机场接王总，重新安排辆车吧，带阿姨好好逛逛，注意安全。好嘞。哎，上车。你什么时候把车还给我？我还没有带我妈逛完呢。再说你用车干嘛？我的车你……哼，啊，没事。小马哥哥，他谁啊？没想到你妈烦老黄牛了呀！你怎么说话呢？下车。哎，别这样，就这一次。下车。哎。以后别找我借车了，一概不借。看起来真幸福。不对，这不是今天来彩排的女明星。跟我走。一飞，先喝点水。他都跟踪我快一个月了，我都快疯了。你先好好休息。燕总，刚收到一个一飞的快递。今天刚好是我生日。U 盘应该是粉丝给你的祝福视频吧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你先好好休息。至于那个人，你收到我生日祝福了吗？喜欢吗？怎么是你？
你的所作所为已经侵犯一菲个人隐私，接下来就交给警察处理。就你多管闲事，我是一菲的粉丝，如果没有我，他会有今天吗？你只是个满足个人私欲的恶心私生而已，粉丝，你配吗？